好，我是 Emerald Night 的 Apple。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你可能觉得可有可无，但却好好用的一个 Plus One 空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楼盘八九百方尺就能做到三到四间房？那你想象一下，它的房间会有多大呢？一般当我们听到八到九百方尺就能有三到四间房，那当然是一个好棒的楼盘，但是能够用的空间又有多少呢？如果房间小得只能放一张单人床和四副墙壁，那生活又有什么滋味呢？对，也许你会说，没关系啊，就把它当作 store room 就好了。但是说好的三间房呢？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楼盘现在都有一个叫 Plus One 的房呢？有人会说 Plus One 那不是房啊。对，它的确不是一个房，它是一个千变万化的空间。我之前有过一个 service apartment， 它是一家一房的，因为没有收入，但是又觉得蛮值得投资的，所以就买了。到交房的时候，我就发觉原来这个 Plus One 功能可多了，它可以根据你的生活习惯、你的爱好来设计这个 Plus One 的空间。所谓的 Plus One 空间，可以把它当成储藏室、书房、小孩玩乐区或是一个小房间。 Emerald Night Type B 和 C 就有着这一个 Plus One 的空间，它适合新婚或计划组织小家庭居住。这个 Plus One 的空间呢，能够做成储藏室、书房，或有小朋友的可以做玩具空间，方便在旁做饭的妈妈能够看得到也陪得到她。想要养小宠物的也能放在这个空间哦。想要做房东的其实也能把这当成一个小房出租哦，它能够放一个单人床、一个小厨和一张小桌子哦。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别想了，快联系我吧，让我来告诉你更多关于 Emerald Night。 Emerald Night， 一个你值得拥有的房子。我是 Emerald Night 的 Apple。